咧嘅花牌就係琴日嗰啲朋友啦、義工啦，留即晏晝開始一個工作坊，幫佢哋處理寫字同埋去製作。佢製作嘅時候，我係表揚到佢出嚟嗰個團結性，同埋對我嘅街坊對我嘅表達嘅心意，我無以為報嘅。只係用於今日呢一啲花牌，係對佢哋嘅一個充分表達。香港是一個司法獨立的地區，我現在還在申請上訴，法官還未正式排期一個日子上訴審理上訴的，現在要強行收地房，對於我們一個小市民 經歷一個法律程序 的訴訟時間不短，以及每一個市民面對法律的訴訟的心情是怎樣，可以這麼久的訴訟之中對我壓力真的很大，連甚至可以聽到近期睡覺頸骨肩膊都非常痛的，不是那麼容易承受的，這些是不是我想的。其實你們都會留在這裡回來支持的，其實是什麼原因？咩原因就平時嘅街坊嗰啲感情咯，即係平時即係有累積翻嚟嘅咯。而家佢嗰個收樓個方法咧，啊，你覺得係咪即係你意思係俾好多壓力俾你啦？當然是啦，他會用盡所有的方法去逼走你，是次次都新鮮嘅，即係你根本是想象不到的。例如咧，某啲例子係自己經驗。例如他會無中生有啊，即係又特話你阻街啊，阻塞走個風通道啊，特登騷擾你嘅，就是咁樣咯。即係他會報其他政府的部門咯，去騷擾你咯。收樓的過程是很多方面的，第一他來到呢，他又說你這裡是僭建，那裡不合規格，這裡不合圖則，他又不賠，如果 你是業主，你還有其他物業，他又說你這個是你非唯一居所，那又賠少一點。老實說，即是在業主的角度，你理得我有多少等樓先。很多東西因為他要壓力價呢，就其實是很多苛刻的做法。可能他會即有一些譬如說近乎黑社會的手法，我們看到有些單位即是慢慢搬空了之後呢，他會節水節電啦。未夠兩個月，未到兩個月都未走，還要剪了我先一個勞年法，你無恥啊！龍蓮花，好意思，頭先咧我哋即係拍咗啲街坊先聽咗啲嘢啦。我哋邊有同你咯？我睇下佢又聽，佢又先睇咧。我哋今日咧就有乜嘢麻煩你揾我聽，唔好意思。我只是負責執行動嘅啫，嚇我冇嘢，好唔好意思啊。頭先有街坊有啲咩嘢咧，就可以就問翻我哋同事。佢提我哋好多人嘅名都可以啊。唔係，我想確認有啲咩嘢咧，就想由我哋嘅同事，我哋有邊一個同事去可以答翻你。即係佢代你講，你又我諗我今日嚟只係幫執大主任執行佢法庭嘅命令嘅啫。其他如果有其他問題，我諗。麻煩你可以找回我哋傳媒嗰邊。其實好簡單啫，其實主要係頭先。唔知係咩嘢，或者係等等先。唔好意思，唔好意思，你邊位啊？我下個 TV 記者嚟嘅，咁其實你有冇卡片啊？唔好意思。有。係。主要係頭先咧有即係嗰啲街坊提到，譬如話剪電線啊嗰啲嘢，想過嚟 confirm 翻一啲資料上嘅係咪屬實咁樣。頭先講剪電線係邊個個案啦？嗰邊有個小姐，其實主要係。咁但係今日個別嘅個案我哋唔會聽，因為今日主要係講阿黃禮忠先生呢一個收樓嘅情況。咁個別嘅個案我而家手頭上都冇資料，我唔能夠即時作出回應。可唔可以俾張卡？我見過有啲街坊咧。喺門口無端端好多狗屎貓屎。我想知道你做啲咩都知㗎啦。喺人哋門口度擺貓屎，每幾寸擺粒。亦都會有啲恐嚇性嘅語句啦。或者咧係好似
黃生呢啲情況咧，佢即係直情用法律程序，你去到某個階段咧，佢土地收回咧，亦都會話宣布你係霸佔官地。咁所以呢啲林林種種嘅方法，我哋都見過咧，就即係好不近人情嘅。照我所知咧，佢用土地收回條例或者做市區重建咧，佢應該係做咗個社會影響評估報告，佢先至去可以用嗰個土地條例土地收回條例咧去收翻笪地嘅，因為佢明文規定佢咧，佢係要做咗個社會影響評估報告，然後先至去政府咧就就出憲報啦，就正式收回官地咯。最基本，今次整個重建運動深水埗呢一次嘅經驗，話到俾我哋聽，原來我哋嘅推土機係唔做一啲法定嘅要求，就係嗰社會影響評估。我好希望即係黃生點解叫做為公義而上訴，呢樣係一個好真切嘅嘢嚟噶。譬如房協做嗰個社區影響評估啦，其實佢哋話冇做啦，咁但係其實有咩分別咧？喺依一區同埋呢個做法而家呢個，我答唔到個分別，因為我亦都唔點解佢講個社會評估報告嘅內容係包括乜嘢。咁但係總之法庭按法例要求要我哋做嘅嘢咧，我哋已經做曬㗎。咁法官亦都判咗係合乎法啦。咁我哋可以繼續收樓。未做評估，未做評估，違法收地，違法收地。官司未完，官司未完，強行遷拆，強行遷拆。咁繼而更加發覺咧，點解咁多問題咧？點解會咁多人走咗出嚟？原來喺一個成個政府嗰個施政咧，就係非常腐敗咯。佢哋淨係向一啲地產商傾斜啦，定係睇現時嘅攞到錢嗰個現眼嗰個益處。但係佢對於每一個受重建嘅區所受到嘅傷害嘅長遠嗰個損失咧，佢哋係冇評估嘅。然後咧，佢哋更加係唔尊重每一個人，佢係有一個選擇佢自己居住地方嗰個權利啊，所以咧我就覺得我哋嘅小市民咧應該就係要出嚟團結，向政府嗰啲咁嘅唔合理嘅政策啊，同埋嗰啲對我哋嘅態度咧係 say no。可唔可以講下人哋上訴緊啊？點解你違反啲咁嘅嘢咧？喂，你上訴緊喎，點解你咁做咧？不如你講下你尊唔尊重法例精神㗎？你尊唔尊重？違法收樓，非法。搶收人哋嘅財產，冇啦，得一個。政府搶地，咁我諗即係而家正值係呢個市區重建策略嘅檢討咧，咁其實應該將呢啲嘢攤開曬佢。我識做嘅就係做花牌，咁而家連一個地方都冇嘅時候，咁我嘅生計點去維持啊？咁我會點啊？